哎呦，这样子对吗？已经开始冒烟了。车子坏了啦。没关系，我有熊熊。熊熊，大叫一声，熊熊马上来了，新车一样。小粉红，这是烧包粉，不叫烧小粉红。好 man 哦，就这样过去了。当然，赶快系安全带，我要戴面具，你们安全帽戴一下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左边然后破右边哎。我听到，我听到你的 我觉得你很好，我让你有心理建设时间、哦。拜托啦，等在开跑之前都是你的心理建设时间。要不要先把防狼杯停掉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完毕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哦。我在后面啊，可是重点是我不知道路线。哦，甩尾！引擎盖坏了，哇！什么也完美的抛物线。好可怕！你要超车也不敢超。哇哦！那是啥？关下去，看起来刹不住。车子掉下去了，啊！快掉了吗？还没。引擎盖掉了，可以的，喂！哎呦，车门！哇！碰碰车哎、欸！哇塞！我肚子也好痛哦。江哥好玩吗？超好玩的。哎，不错，这次我坏的速度比较慢。而且好险，我没有飞出去。再吵我就叫你不要系安全，那我不要，我保证让你飞出去。之前他们坐我的车是不准系安全的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把安全带。把它拔起来！别！医护只有两个人。不是，你要救我起来吗？我救你啊！我看起人嘛，那个上车之后干嘛要？哇！不要撞到，不要撞到！靠北！哇，逆向！蛇形哎，路上，哇！熊熊，我需要你，左边、右边。
哇，车子要坏了吗？车子又坏了，打耶！这样某种程度上我算进步了，因为之前我这个跑不到一半，我自己就一个人跑，然后自己用了七个秀车包吧，跑不到一半。哦，硬要顶哦，要死我！那停哪边呢？冒烟了，冒烟了！哦，看挡我，挡我，挡我！来，哇！硬要飞哦！我怎么觉得 NPC 变多了、啊？车子坏了，连环漏了。那个是谁？熊熊，熊熊抱一个，抱一个。不对，对熊熊是这样。熊熊，萌萌哒。哎，你要回礼啊，不是？好回。他手机应该要掉了。啊，下有修，有修好的。么么哒，哇！到家了吗？杨哥，好玩吗？超好玩的，再一次。